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做。真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耳听了，但是不如眼见为凭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请晶晶上台，然后跟巫婆婆呢一同来演绎这套十分钟的身心灵平衡操。缓慢的吸，吸快乐好的气，我们缓缓的给它吸进来，吸气，然后再打开，吐气。脚跟上下垫，垫脚跟垫，然后呢手来，这大家都把手打开，往上，慢慢的现场也练下，对，这样哦，做到最大，对，做到最大，发现说，虽然隔了这么久的时间。但是当你连续锻炼了三个月之后，很多感觉就通通回来了，所以还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。嗯，这个中间的那个效果，我觉得看我就知道了。人生七十才开始嘛，那我本来是七十那一年要出这本书，给自己做生日礼物，没有来得及，就多了一岁。但是呢，好像感觉也蛮好的。刚刚的那个小朋友呢，跟我差六十岁，所以我们两个看起来也没有差到六十岁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就觉得，嗯，我的这套东西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它简单、缓慢，哦，你除了身体的动作以外，我觉得心情的平和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不只是现在选战会让我们。这么紧张，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往往也都是非常的紧张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觉得，当然一开始你深呼吸吐气，就是我刚刚做的那个，剩下来呢，就是你可以选择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跺脚手腕转，当你这样专注在你的手腕在转的时候，你在跺脚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发现你的心情也会静下来，缓慢的延伸，缓慢的，缓慢的延伸，延伸，然后缓慢，缓慢的收回来，连续，我都是站成每一个动作都做一分钟，就是八个八拍。当你做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